暑假作业手中拿，其实一点不潇洒。嗯，二混子，你快点起来，我想吃牛肉面，你给我整一个牛肉面。我都没吃过，不会，你要给我整，我请你吃一个月辣条。说准了，这就给你做。混哥秘制牛肉面，好嘞。嗯，二混子，这才是正宗的牛肉面，太过瘾了，好吃，你就多吃点。二月，快去给我拿点润滑油，咋了？堵门了。干豆腐，卷大葱，我的作业全靠蒙。嗯。二混子，你快起来，我想吃糖葫芦。吃个屁！暑假作业不写完了吗？早写完了，你看，表现不错呀。走。混哥特制糖葫芦，好嘞。嗯，过瘾呢。就是吃完屁有点多。二混子，你有纸吗？用棍儿刮，滚，拉屁股。小小辣条手中拿，暑假作业算个啥？嗯，二混子，我想吃臭豆腐，你给我整一个臭豆腐。没看我忙着呢，整不了。你要给我整寒假作业，我也包了。嗯，好说，走。啊混哥秘制臭豆腐，好嘞。二混子，能不能再臭点？那必须能啊。这太臭了。